浪聊啊。好了，那个，哎、欸，我们今天来很多朋友。哎，对啊，这里面我看到一个很特别的，从台北三重来的。哦，三重号称三重狙击手，有一个叫准哥的，对不对？特别从台北下来听我们表演。那是来表演，不是来看表演。哦，他是鼓手，对不对？鼓手啦，他不是来看表演的。欧青团的鼓手啦，他是欧青的鼓手啊，他是来表演的，不是来表演的。欧青的鼓手，他怎么没有去冰敷？来，人家是来表演的。你没有算到我会讲这种东西吗？刚刚讲什么？我头都要公干，不然怎么错过了？没事，那个我看到大家都笑，应该蛮好笑的。没关系，没关系，观众比较重要，你不重要。那个三重狙击手，你知道他为什么叫准哥吗？什么啊？因为他专门在瞄准那个辣妹。哦，瞄准对啊，辣妹的上半身。五千米起上半身，因为他在。选那个气质比较好的，要培训做辣妹鼓手。对啊，专门培训鼓手。那我先比起上半身。不是啊，啊就乔哥说的没有错啊，啊洛克说的没有错啊，不好意思，我讲错名字了。洛克说的没有错啊，合作了。难道你会说下半身很有气质，像是屁股很有气质，或者是膝盖很有文青的感觉吗？脚踝很文音这样吗？脚踝。文音是文音矮的文音吗？我刚刚你讲博他敬小，所以才会被我找来参加敲锣。我们是被你找来之后才变得不正常。潜能开发，对，我们是潜能开发课程，我们要 会招聘很多。如果你觉得你的生活压力比较大的，只要来跟我团练完之后，你回去你就会变疯疯的，就比较舒压的。人生是产生，对，人生就变产生。我们后面还有歌嘛？我国啊，国差不多。乌啦！哎、欸，现在几点、啊？现在几点？有手表的，都没有手表，只有手机而已。9:45。9:45、哦。那真的是跟我预计的有点不太一样。我本来想说应该已经10:30了。好了，我们还有歌啦，我们这还有歌。我们第三首歌是那个《月光族奏鸣曲》。《月光族奏鸣曲》这首歌是改那个贝多芬的。两个贝多芬，你们来，好厉害！刚刚好厉，完全跳不出来，这是贝多芬。连经过音乐教室，就贝多芬在等我。好了，那个月光。小兄弟啊
想必大家听了会非常的感触良多。这个月光族就是年轻，现在年轻人的心情写照。但是我们没有悲观的权利，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已经是最糟了，不会再好了，那么悲观，对。这样太负面了，这样不行。好，三个关嘛啊。不关嘛。蒙一。他个想清楚，头壳见你寡笨。我喵电。我们还有一首歌，喵电。我们还有一首歌也是非常有名的，这个也是百万点阅的。我歌是百万。原唱啦。我们的还不错，这两把哈。没啦，那有时候杀青，那种杀青。好了，我们还有一首歌是那个改编《喵喵电》。啊，你跟我上回没讲的吗？巧克力，你要问题要问吗？今天来表演的是来问问题，对吧？你这问题问得好，问得好，纯粹啊，跟他说的，跟他说的，不能蒙你。你要一问我就会想要讲那一段话的。一问问题的，你问一个问题，说一下第一个主轴意思。好，你这个问题问的好，就像这春天花去活动的人。我这几天做噩梦，因为一直在念这一段，平均每天大概念半个小时，念到后面都有点忘不掉了这样。我从半年前去台北的时候就开始做噩梦。我这几天念《波罗蜜多心经》，感觉房间凉凉。不是有给你呼啊吗？都没有喝啊，你只有给一张啊，一定要一张啊。对啊，你说要给我一碟呢，应该给你一个月份。对，结果我血尿没好，我只是习惯了而已。好啊，习惯有血尿，习惯就好了，习惯就好了。来了，喵电吉他感应，对不对？
字真言，这边所有人都被我催眠了，其实并没有，大家不要怕。好，你今晚几点嘛？9:55。好，太好了，我们最后我们再留五分钟，介绍一下欧森一个团。好，我们本来就打算是这样子嘛。不是打算，老子要挂起干好一点。我们有留一首歌时间给他们。没有啦，你要来唱一整场，我们都有设计好了，就是差不多就是这样子，然后再留一些时间给他们。对，后半场是欧森一个团嘛，这个乐团非常出名啊。神秘啊。大家等下听了就知道，我也不知道怎么介绍他们。没有，就是我们非常要好朋友，然后这个人跟人之间相处久了，总是这个有时无声胜有声嘛。嗯，我们不介绍就是一种最好的介绍。可以了哦，再好，谢谢大家，我们今天就聊到这边，谢谢。